抽抽吹吹，我们吹起来，左上角放了幽城幻剑录、风铃声跟黄甫生那个事后照、哦、希望可以抽到风姐姐、哦、希望可以抽到风姐姐，好、哦，好，来了、哦，那我们一休你一姑，一姑哟，那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要画什么东西呢？我来看看哈、哦。我们来画一个阿姆斯特朗，阿姆斯特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，画角落。哎，没中。哦，阴凤人哦。我、哦、又一只太渊，我、哦、可以升星了。好、哦，我有预感哦，命中注定蓝色，先不要。Go， 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。哎、欸，这次画的不太像，看又没有。好、哦，中一个寒骨渣，来来来来，画什么胸肌哦？我又不知道黄甫生的形状，你很奇怪，你以为我看过？叉腾鹰，谁给你画老二？我乱讲话，我命画的就是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，有没有看过银魂？真的不像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说我在画什么老二？什么东西？哎，对哈，拇指洞怎么画？拇指洞我要怎么画啦、啊？怎么画拇指洞？他就只能画成这样啊！你看，很多人画大炮都有用了，就我没用。哎呦！又是阴凤人，我怎么办？我不想抽了啊！啊！哎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怎么办呢、啊？股票赔钱，连抽个卡都不让我开心，到底要我怎么样嘛？到底要我怎么办嘛？我赔了20万还不够吗？我的旋风炮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去天台了。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干你娘！阳环哦，抽到阳环了。抽虫，紫玉，那白碗呢？你至少给我白碗吧。那、啊、你的白碗都不给我，你他妈是怎样？你给我这个废，你给我一个这个掌门人，你连白碗都不给我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嘛？我已经剩40抽了、欸，什么意思？到底什么意思？旋风炮倒着画好了，好倒着画，再这样下去哈，再这样下去，明天你开台都不用开的了。好，倒着画，那怎么倒着画？我想一下，这样子，啊，歪掉了，歪掉了，这样有像吗？好像不像。哎，有了！鼓掌起来！依然是偏左的部分呐、啊。但如果歪了，如果是阴西，我直接去天台。
我去天台十分钟。如果我是阴系，我就去先天台。看，好紧张哦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司徒阴哦，可以可以。唉，是黑龙，我也去天台。干你娘！鸡巴！无名阴干！罗侯神初创双十之一。那个各位，我先去天台吹风了哈。我去天台吹风了，等我一下。我去天台吹风了。我去天台吹风了。我去天台吹风了。等我十分钟，等我十分钟，等我十分钟，好不好？我先吹风，等我一下。我说真的，我去吹风一下。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我台股赔二十万，我台股赔二十万。然后现在给我阴息什么意思？现在给我阴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说啊。欸，坏哥先不要，你有加入工会吗？我记得你有申请齁，你有填表单，记得先加入工会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人生好难哦。我人生好难哦。上次夏侯夷祠，我已经没有抽中夏侯夷了。我抽中葛云一，这次呢，我抽风铃声，要抽风铃声卡池，结果呢，我又他妈的中阴息，这个账号是怎么回事？不好意思，不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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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意思吗？到底什么意思？先让我冷静一下。先让我冷静一下。还是先关台，先关台好了，先关台好了。都先关了台。保底，只要中了绝，就不会有保底了啦。哎，难怪啊，所以我画左，画偏左，是不是？完了，我在此预告，因为我今天抽到阴息，明天的台股一定会跌。我他妈的就是这么衰，明天都变负四十万了，下礼拜一就负六十万了，在下礼拜二就全部不见了，就蒸发了，台股直接破万点。礼拜五明明就是国际空单日，明明就是这样子的，你们少骗我！礼拜五就是国际空单日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抽！怎么一来就关台？没看到我冲到阴息吗？哎，没有了啦！没瘦，没瘦。这游戏不好玩，这游戏不好玩。我有不这个啊！反正二十万拿来抽不是很爽吗？啊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录，不录，不录，就这样，不录，不录，不录。God， 好，给各位参考，我就是那个非洲人，九十车，我又悲剧了，我又悲剧了。两次的，两次都悲剧。你们如果看到这个影片，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如果你抽中了，如果你抽中了，
如果你抽中，我在这边先说声恭喜，谢谢你，我要去天台吹风了，大家拜拜。如果我影片还有继续发的话，就代表我没事；如果我没有发，就代表我出事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继续抽。虽然这个是观众提供的账号代抽哈，不过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几率如何。全都要，好抽，应该没有错吧？是这个卡池没错哈。来，不管你疯吗，要给我来。哎，不够。出师不利，出师不利。来了哦，好，先不要倒着画，正常画。阿姆斯特朗旋风炮。开什么玩笑？如果这样歪，我也没办法。至少二十抽吧，至少二十抽吧。嗨，谢谢玉魂，感谢玉魂，你们不要这么热情啊！无名音息，罗侯神初创双十之一。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先不要离开，，hello， 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先跟各位道歉，我不应该瞧不起音希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的账号抽到音希就算了，连观众的都抽到音希。哎，你们这些观众十抽中风铃声是怎么回事？啊啊！到底啊！不要安慰我，你不要跟我说这只也需要，这只不用，你不需要，你不需要。什么啦？这不要闹了啦！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不是你各位。你们就是喜欢看我在那边衰，不是我录我的台服账号是怎么回事？我录服明明就没有那么衰啊！能不能亲我了？哎，可怜啊！好，我们放上这个黄甫生的胸肌啊，走向风铃声，来。三师兄，再来一次吧，三师兄。我不是说抽到三师兄哦，我是抽风铃声哦。你他妈再给我音息啊！你再给我音息试试看。你再给我音息。你这个音息，我就写信给游戏种子。哦，吓我一跳！啊、哦，吓死我了！我叫做风铃声，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，你就委屈点，叫我风姐姐好了。看到没有，洪荒之力啊！各位，你他妈的在说我衰啊！再说我衰嘛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啊。谢谢缘分。好，既然我们已经毕业风铃子了，那我们就三十抽毕业嘛，也是三十抽嘛。好，好来了，再抽玄机池，玄机妹子，那你瞧瞧我的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，玄机妹子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的长度。
哎，我需要说什么呢？抖内我是对的吧？福月对不对？至少我帮你抽到又是绝品卡，自己却不行，我自己不行，你说我不行？啊，吓死我了！天有其眉高，不吝赐教。我不会洗啊，我不知啊，我不知啊。我们刚才在那个风铃声池也是先歪音吸嘛，对不对？也是先歪音吸嘛 ，OK 嘛 ，OK 啦 ，OK 啦 ，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我们再试一次，我再试一次。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，好不好？有点恶心，有点恶心。我们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试一下。我们刚刚也是先抽中阴息，再二十抽哦，我们都抽到玄机了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至少我们先抽到绝品卡啦。来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。你以为我是故意抽秦维刚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来，再一次。看到秦伟刚，那你，这不是我要的妹子。夏侯宇都惊呆了，看到秦伟刚，夏侯宇都惊呆了。来，狗狗，玄机妹子，再看看我的阿姆斯特朗旋风狼炮吧。我的很粗又很长哦，玄机妹子，我来了！可恶，没中。对，秦文刚是攻手啊，没中了。哇，看来运气都到此为止了。哦，来了，再一次，玄机妹子。再来看一次吧，我的阿姆斯特朗旋风狼炮有没有？哎，好像话太多了。哇哈，哇哈，不，虽然不是我的账号，有抽，你看有买百万礼包的账号哈，都会这样子。你至少中三张局啊！哦，对哦，换个图是不是？好，换图，再换一次。玄机妹子，我来了。玄机妹子，我进去了哦。玄机妹子，我进来了哦。我进去了。去吧，拜托啊，这次不能落赛啊！啊，落赛！秦师兄，你忍耐一下。还有30，还有三次机会。你忍忍，玄机妹子，我这次就会碰到你了。你忍忍，我的有点长，你忍一下。啊，又没有。看来夏侯仪脸红罩已经没有用了。怎么办？那也安呢？这不是我要的结果啊！我刚刚的运气呢？不对，这不是我的账号。我他妈的，我只是代抽，怎么办啊？是不是？怎么觉得有点开始悲剧了？
来，最后两次，突破天际的啊，花过头了。哇，没有嘞。结果慕容真的吗？慕容真一直来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贪心。啊，都是没用的东西，跳过。各位，我需要你们的元气，把你们的手都给我举起来，把你们的手都给我举起来。我需要地球人的元气，我需要观众们的元气，请给我力量吧！就在我动这根手指，就在我这个手指点下去那一个，给我你的元气吧！我要聚集元气弹，来啦！把你们手举起来！你们没有看过《七龙珠》吗？我需要你们的力量，我这样这个时候正需要你们的力量。你的老弟先不要举起来，先放下去。你们的小老弟先放下去。来喽，玄机妹子，我这一次真的进去了。原来我不是插蛋，他不会理我。没关系，看，拜托啦，拜托，再中一次啊！这个可以吧？这应该像了吧？偏右可以吧？感谢什么阿成的订阅。哎呦，没有，没有，在补石头是不是？好，来补石头。好，我们又补了十颗。最后一次的，好，来来来，好啦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我帮他抽到一百，他这个几抽啊？110抽，中三张绝，可以了啦，该满意的吧 ？OK 的 ，OK 的 ，OK， 再来。我知道不用跳过去，但是有都市传说说跳出去会比较容易中。好像不太像，哇！这次会不会失败？哎，来，110抽四张绝品卡，会不会又是秦维刚呢？秦维刚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我进去了，Go Go Go！吾乃天女子风，此番下界助尔等一臂之力。子风，怎么会是你？好了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就先暂时代替玄机啊。子风也可以。我们恭喜这位观众朋友，我帮你代抽成这样子了。林北，家己的账号，大家的账号。只抽到一张绝品卡，而且还是阴西，有90抽阴西，啊，你110抽四张绝品卡都不一样，四张绝品卡都不一样，花了，你可以休息，可以不用抽了，啊，恭喜恭喜恭喜福月，恭喜福月，我们恭喜他，相信我的手气，相信我的手气 ，OK 吧，子枫这么正，妹妹头，你不抽，对不对？虽然歪掉了也没有关系嘛，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有兴趣再说哦，有兴趣再说。就这样，我自己没抽到，我造福观众朋友。哦，这个账号我先把它改密码好了，先改个密码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就是这样。说什么很难抽？没有没有，只是你运气都不好。就是你衰，好不好？你没抽到，就是你衰，哦。
哦，不要再相信说什么几率的问题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你衰，你衰你要承认啊，对不对？你抽不到，在那边怪几率，这样不对吧？明明就是你衰，对不对？子枫，哦，多香啊，香香，有没有？好啦，就是这样了。所以我们累计齁，统计下来虽然是不同账号，哎，感谢小鱼鱼的追随，我们统计下来，但是我的账号90抽中一张绝阴西，然后观众的账号110抽中四张绝，然后是紫风、秦维刚、阴西、风铃声，哦，非常的欧齁，非常的欧，究竟是我他的账号的问题，还是我帮他抽所以才抽得到呢？这个问题只有官方才知道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跟 Discord。希望大家会看到这一部影片，可以知道不是抽卡机遇的问题，是你个人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因为我的账号就是中阴西那个衰鬼哦。感谢各位，就这样。好，观众提供了90抽 ，Go。风姐姐，我脸这么红，该出来一下了吧？再换一个阿姆斯特丹炮。风姐姐，我的跟黄甫生比，是不是我的比较大？竟然没中。欸，抽不到会不会怪我啊？先说好，不会怪我齁，不会怪我吧？应该不会怪我吧？先讲好，不要生气哦。我没抽到，不要生气哦。刘宗生，谢谢你订阅。这个是第二个观众经我代抽的，稳掉那你们先讲出来，这样就有证据了，嘿嘿。三师兄。Go go go！ 没有，完了怎么办？你的好像没有哦。其实你有了吗？看起来有了。究竟这一位的账号会不会跟我一样脸黑呢？好，再来第30抽。哇，刚进来的观众不知道我们刚才的梗，麻烦各位帮我解释一下，我先帮他抽一下。哇，30抽没中欸。啊，又不欧了。看来你跟福月是天壤之别了。好，倒过来的话，没关系，要相信你可以的，顶多90抽保底嘛，对不对 ？OK 的 ，OK 的。哎，双重奖。我叫做风铃声，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，你就委屈点，叫我风姐姐好了。还不给我刷起来，还不给我刷起来，这个叫什么？先苦后甘，先苦后甘。你他妈的，我的账号都没中，为什么你们都中？果然这两张图的加持，有没有？至少绝品卡哦，没关系，几率变高没关系，至少中风铃声啊，可以的吧？可以的吧？啊，其他不重要。
可以的吧？我这么好，还帮你们抽，还帮你们抽这么好。好，来。你看，你去哪里找？你去哪里找这么好的人帮你代抽，还帮你抽到，连我自己都惊呆了。哦，小侯乙，我进来了哦。虽然你是懒的，懒的是不是要画另外一个东西？哦，没中了。啊，运气是没有多好的。没关系，至少我帮你抽到风铃声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还有40抽 ，Go！ 可是这个东西很难画哎，这样可以吗？突破天际了！哇，没有，这个没有。海鲜不太会画，海鲜要怎么画？海鲜很难画哎，我不会画海鲜。画这个啦，那个字不要讲出来，落实不要讲出来，大家都看得懂好吗？哦，画鱼哦，鱼要怎么画？鱼，我想想鱼要怎么画？那鱼连起来很丑哎。来来来，鱼哦 ，OK， 我想一下，这样吗？这样，鱼有像吧？好，啊，没中，啊，看来运气到此为止了。灯笼鱼，最后一次啊，没中我没办法了。各位啊，宇宙天地赐我力量，出来吧，钱鬼，我还你原形。出来吧，夏侯仪，我感觉得到，就是你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跟各位道歉。这位观众90抽，我只帮他抽到风铃声。神经麻线，有的西姑，有的西姑，还是卡西，还是卡西。嗨，我大西瓜大师得死。嗨 ，OK 啦，这对我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看一下，可以啦，可以啦 ，OK 的 ，OK 的，哦 ，OK 的，好啦，我们总计三个账号，我的账号90抽 GG， 然后第二个观众110抽中四张爵，第三位观众90抽中到风铃声，那我们恭喜这两位观众朋友，我的账号在底下的，在底下连结，好，请帮我汇入10万块钱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各汇十万块，我的亏损都打平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要当真，我开玩笑的。好啦，给各位参考一下，绝对是我脸黑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平均两绝了，就是这样。感谢各位，这个几率 OK 吧？这个几率 OK 吧？好啦，就这样。